宣扬，谢谢梅子，很早就来看我直播。嗨，落日一笑笑帅男孩，好热哦！我刚回到家，我以为会迟到，结果还好吧，这两分钟。嗨，晨晨，嗨，北方秀，宣扬，谢谢你的枫叶。Hello， 伊卡 ，Hello， 阿奎。哦，好热哦，怎么办？太热了，好热！谢谢阿奎的肉。哎，前回你来てくれたよ。ミレちゃんとかが抜け出して来てくれたな。ありがとう。暑い。窓開けたら涼しい。めちゃくちゃ暑い。Jack， hello， 烧肉 Jack。今天也是烧肉的那个吗？气氛吗 ？Hello， 塔瓦哥。チラッとだけ。这是零一给我们吃的，好开心！你看一下，怎么有那么多人？是我今日一緒に電車あったからね。开始蟑螂，哎，高魂喊蓝，嗨卡球，嗨安。我看一下哦，4%应该也还好。看一下，开个 WiFi。Hello， 飞哥，好久不见哦。嗨，四角正方形。Kex， 谢谢你的 love， 好多 love， 谢谢你。那个是什么表情的大头贴？你以为我看不到我？看得到哦。嗨，卡球，谢谢你的荧光棒。耶、yeah。为什么我每次都连不到我自己的 WiFi 呢？看一下，哎，摩吉，不要过来，摩吉，摩长，你过来，不要，我去后面好不好？不要去后面好不好？好的，我刚回到家，然后都没有陪他，所以就有点，你看他，太可爱了吧！因为我刚刚回到家，然后都没有陪他，所以他就是有点黏我，然后我觉得怎么没有都没有理我，回家第一个事情就是抱着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嗨，剑哥，谢谢你的荧光棒，剑哥你应该也是喜欢猫猫对吧？汤哥桑 ，Hello， 今天也辛苦了，蘑菇，我今天去吃了很多烧肉，肚子也很辛苦。这哪辛苦，很幸福吧？哎呦，怎么样？嗯，怎么样？妈妈陪你呀，太可爱了！你看吧，怎么可以一回家又在工作？对，他在撒娇，因为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抱他，亲他，舔他。咬他 T シャツシャネル？え？どこが？めっちゃチャンピオンやねんけど。シャネルの T シャツやばい。卡球、小智、维诺、甲、麻薯好辛苦。什么叫麻薯好辛苦？是妈妈好辛苦，麻友妈妈好辛苦。便利商店 ，Hello 便利商店。所以呢，到底有没有 WiFi？ 我看一下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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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为什么都会没都可以？哎，麻薯不可以这样子哦。嗯，なぜ Wi-Fi つながらない？いつまでも BGM がないんだ。なぜ開いてるのに繋がらない。なぜだ。一体なぜなんだ。ねえ、曲聴きたいのに聴けないパターン、これ。ちょっとお持ちを。谢谢阿米的玫瑰。账号密码公布を、メリアン看看。メイちゃんもついにセレブになったかと思いました。
So now can I this？ 谢谢阿米的玫瑰。那等我一下哦。消えます。5秒消えます。さよなら。Hello， 连到了，连到了，开心。所以呢，我今天要听，ダンスリミックスでも聞きましょうか。今天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讲，可是我首先选歌。ダンスミュージック2020。はい。はい、草莓ちゃん、カボア、カラ、回忆、功夫、企鹅。下周就是两周年了，好期待哦。问容，两周年。好快哦，我们是什么时候签进来的、啊、我已经忘记什么时候，几月几号 AKB48MTV 是几月几号成立的。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没有回应？是卡了吗？没有，没有卡啊！大家都没有跟我留言。拍欧拍欧吼，被星星攻击赛的攻击的土豆，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8月26号出产，8月26号，所以呢？已经两年多了，已经超过两年，对不对？好快！我只知道没有什么时候变我的主推之一。再谢谢你，是什么时候？拍到最后被星星撞飞。哎，是不是现在美丽也有开直播？我去看一下美丽的直播间好了。啊，不是 TikTok 了，浪直播在哪？哎。怎么没有烂直播呢？是不是我删掉了烂直播的？哎，这个是没有更新而已。看一下，田中第一次看到马友直播的时候是很久以前呢，不是第一次开直播，是你第一次来看我直播的时候，那也蛮久的啊。田中，2018七月或是八月的时候成军。原来好意 ，Hello， 好意，我看一下哦，赶快查一下，我要去看梅林台了，但我好久没有跟梅林一起开直播，寂寞寂寞，我寂寞寂寞就好，哎，跳掉了，怎么办？梦幻签 ，Kiwi。小勋，大家好。怪怪的手机。两周年，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呢？两周年，最期待什么？2018八月26号公布 AKB48 MTP。原来。8月26号，为什么我的烂直播没办法查看呢？我要疯掉了！为什么？我连去看美玲的直播，然后结果都没有。好吧，应该是没有更新，所以没办法。我看一下，我已经忘记怎么用之前的那个，那个手机了。好吧，就算了吧，下次去看，
下次跟他一起开直播就好了。嗯，はい。TMTP 的コンサート行きたい。ね、我也想要你来。小白兔、黑章鱼烧、两斤，还有两斤。哥刚刚最后的惊喜，我不知道有没有惊喜啦。焦糖咖啡、小白兔、玛雅跳舞、忘记货机吧。什么东西？这啊，是的，龙龙，联播不可以吗？怎么联播啊？联播 PK 吗？是吗？怎么联播？是联播 PK 吗？要怎么用？小五、小勋、哥哥、风点、坤坤，是怎么连？我看一下那个联播 PK， 我按一下。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啊。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分享直播信息、静音管理、打开镜像、手动不关。切换镜头、发言、热门语、背包、联播 PK、蒙面 PK， 然后红包设计、红包抽奖，是哪个？我到底要按哪个？还是这个？哦，不对，这个不是。期待你两周年跳就算了，不可能，对，真的不可能。小吴、肯肯、方良。钟可妮，我想要跟美玲一起联播，要怎么用呢？还是你帮我跟美玲说，麻油说想要跟她联播，她知道怎么用的话，她就邀请我联播，可以吗？因为我就是另外一只手机的 LINE 没办法用，蜘蛛你记得，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手机可以传 LINE 啊，然后这一只手机正在用。慢直播，只要是麻友都期待。哎，香菇也会来吗？脸部 PK 吗？我按了，但是都没有什么东西耶。我按了啊，可是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耶。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吧？为什么脸部 PK？ 还是你们问看看，美玲知不知道？怎么用？暗红，好了，暗红。画面でなんか押したけど何もなかった。好啊，谢谢西恩。晚安。我按了。美丽也不会用，真假的？我按了，但是没办法。本来要买午餐，不是午餐，后来发现连午餐也来不及看，所以呢，有了吗？我刚刚按同意啊。有了吗？刚刚按同意耶，我刚刚按同意。你つけたけど，我刚刚按同意啊，有了吗？没有，还是没有。去看美玲脸不？我有按啊。美玲说什么？怎么用？怎么用？我刚刚按了同意啊。三连元吉吉，去跟美玲脸不？对，我超想要的。我刚刚按了同意，但是都没有什么。为什么？是我的手机怪怪的，还是什么？看一下，同意，我同意啦，我同意啦。美玲说你没按确认，没有，我真的按了，我真的按了，我刚刚按了，我刚刚按了同意。Update してる？分からん。知ってる？おそめまーピーゲー。
我按了很多次 PK， 但是他没有出现，他就是缺陷一个圈圈了，我都没有。而且我的烂直播真的好，哦，真的假的？啊，是不是可以用了？我看一下，不行啊！哎嘘，美玲说什么？啊，为什么不行？我按了两次哎，还是我没有更新？我可以先关掉，然后再更新一次，然后再开吗？笑死，为了连播，算了，就下次去大家开直播好了。Only Alpha， 谢谢你的荧光棒。ね、ジョンカに全然開けないよ。だってさ、同意っていうなんか何、同意ってボタン押したけど全然。まゆちゃんから、いやでも押せんのよ。私その連播 PK 連播那个吧。PK 連播っていうの押してるけどね、なんか丸いなんかピュンピュンピュンって出てきて、それでポンってなるから、多分まゆの携帯がおかしいんやと思う。应该是我手机有问题，因为连播 PK 我按了好多次，但是啥都没有。就是它会有出现一个黑黑的圈圈，然后就这样没这样，不对，都是那一波蛋。吃拉米汤，每次吃拉米汤有点激动。上一店长阿翔 ，Hello， 笑死，连播不起来，直接下去对方家播。对啊，我们就这样。那晚安，林 MJ， 好久不见，嗨店长，嗨老傻，小猪耳朵，第五在五天见面，读物。谢谢 KX 的36092的礼物，谢谢你这么厉害的礼物，谢谢你，感觉很好喝的咖啡，谢谢林 MJ， 妈哟晚安 ，Hello 晚安 ，JQ， 那你过来 ，Party Time 送ってくれ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Party Time， 哎，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们上次不是有去上那个中医的热门吗？那时候911有来，然后911我们那个六个人超级爱上911的 local sense。我跟你们分享，如果有去看品涵的直播的话，一定有听过这首歌，因为品涵真的是迷上911了。就是他，就是不管什么事，他就会我想来点 local， 哎，我真的会了耶 ，local， 有没有 ？local， 厉害吗？这个我想要学，这个开一唱一段嘛，可以啊 ，local。嘟嘟嘟嘟嘟嘟，那个 party party shot 那个呢？干涩的发型什么的？干涩的发型，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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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干乌海，干嘛呢？吃饱杯，干嘛呢？干嘛呢 ？What's up？ 一句话，我不会台语。Look at sense， 我有自己的帅，我们只敢一拍，不恨年代，明不明白？明不明白？我的 style。Look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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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sense look up look up look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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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up look up 啦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耶耶呜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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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走呜啦啦啦啦呜啦啦啦啦 local。这是我们那个雨晴、品涵、瑞婷、林姐、佳丽，我真的超级爱上这个 roll 哦 ，roll 吧 ，L O C A L roll call。
我真的超喜欢神 你们等一下睡觉前一定会脑海里都是这个这首歌。呜啦啦啦啦诶诶呜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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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 Loco， 对，这首歌真的很喜欢。就是我们上次去校园的时候，就是去苗栗嘛，然后快到学校的时候，我们跟司机大哥说，司机大哥，我们要来点 Loco。然后司机大哥也是说，好啊好啊，然后就是放那个 Loco 先生，然后我们在车上这样晃晃晃，然后那时候停红绿灯，然后红绿灯的时候刚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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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来，点头换边。点头右走，然后那个整个车都在换，你知道吗？如果黑色宾士然后再换的话，就是左右换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快到校园的我们，然后正在听 Local Sense 这样子。Yankee Yankee じゃないよ。これめっちゃいい、めっちゃ好きなんよこの曲。でこの前6人で番組に出させてもらった時に、Joey っていうグループがあって、その曲の新、そのグループさんの新曲で、それをめっちゃハマってるの自分たちの中で。めっちゃ良い。めっちゃ良いんです。ハマってるんです。そうなんです。はい、呱呱。谢谢 Cakes 的男女神粉丝团打 call， 好像有点冷，谢谢你。这首 NB 比较有限歌，对啊，真的，乐天女孩也有。我的，猫酱呢？猫酱呢？猫酱，どれだけ食べな？猫鸡，来，过来，どら焼き。どら焼きを食べてる姿を皆さんに見せてあげます。ね、もちゃん、もちゃんジェリー、もちゃんジェリー、ジェリー、ジェリー、ジェリー。うちま、どら焼き。あっち。他不吃。不吃了，很好吃哎。你不是最喜欢吃面包？好吧，他不想吃了。嗨，107，黑士兵士加长底车。嗯。好可爱哦。好啦，不吃了。真的不吃？真的不吃了？好吧。哎，丘比特，好久不见，嗨男朋友，嗨新加坡啊，勇哥。怎么那么可爱呀你？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マジで可愛い私の癒し、唯一の癒し。こんばんは美韓 ，Hello 勇哥，すごい K。那 ，OK， 可爱吗？在这边。嘉宏，啊，你不是有写林远男朋友林嘉宁吗？林嘉玲还是你？杜武，杜武，好，娇娇好。对了，我想到一件事情，最近头很痛，是因为呢，我很不会设计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很会设计的人真的好厉害，就是像去什么 T 恤哥阿翔，那人很会设计 T 恤，然后大家的应援上，大家自己想，自己做，然后我觉得很厉害，我最近要设计生日 T 了。我自己的生日T，然后一直很
头很痛，因为我真的不会设计。然后我就设计好了，然后我给我妈妈看，然后就说这人太可爱了，没有人会想要买吧。然后就说好吧，那就算了。就后来改一改，然后改成就是完全跟我没有什么相关吗？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我的东西了。对耶，要买蛮好的圣诞 T， 真的要买哦，大家！因为我设计的好久好久，然后结果很少人帮我买的话，就会很难过。买起来，买起来！虽然还没买，还没开始卖，不要跟果果一样，我就买。这样的设计会想到是你的衣服吗？会，是会啦，是会啦。原本是想要换，就是红豆酱跟母鸡跟那个咖喱酱，但是我妈说太可爱了，很多男生粉丝就是怕不敢穿，然后我也希望平常就可以穿去外面，所以上面放麻薯，原来是麻薯生的，对。我妈也说，因为我原本是想要画，红豆，还有麻薯，还有哈里这样子，然后她就说根本不是你的生日了，然后就改一改，改成那个有点跟我原本的样子不一样的感觉，吓死我了！你以为你把我当男朋友？林嘉玲的男朋友，好啊。嗨，小薰，一凡，我是觉得粉丝们这样子设计好多东西，真的好厉害哦，真心觉得厉害。嗨，吉吉，今天迟到了好久了，你在哪里劈腿？我就想要做成那种雨晴的那个生日 T， 雨晴的生日 T 真的好漂亮，我很喜欢。还有美玲的也很喜欢。然后我就没办法设计那么厉害的。嗨，丘比特，雷克拉斯，好久不见哦，不是好久不见，是真的很久不见。但是前几天，是昨天。来看我直播了，好开心！嗨，果然谢谢你的赞。77期的我买来还没穿过，真的假的？拜托，生日期真的要帮我买，我真的要帮我买哦。买给别人也可以，真的要买哦，因为我设计了好久，虽然还没开始卖，我就从现在开始宣传了。在你見つけられたのの近くのこと。对啊，真感你谢谢你的荧光棒。不，真的不行，也可以跟虚儿一样放自己的照片。可是我觉得自己的照片就是没有，我自己的照片没有那么好看，所以。不过已经不能改了吗？不行吧？我快到了，我的生日。さっきミレちゃんの声でゴロゴロして、あ、そういうことね。啊，了解了解，基金是。啊，好，美玲优先 ，OK， 我明白。你就是先去看美玲，然后再来就是顺便来看麻油。OK， 我了解了，我好难过。这种麻烦的女性，晨晨也是放自己的照片，可是我都没有自己的很好看的照片，所以，我改了。米克，親友のファンに対しても容赦ないんだね。容赦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ないですけど。OK， 我明白了就好了。没有了。嗨，レコア。
じゃないしね、まずもうね、姉妹ですから、姉妹ですから。啊，随意。下次握手会换麻药圣诞 T， 就不会被全雷打了吧？对，你要穿，你要穿。Cookie，Hello。墨蛋，墨蛋过来，这样过来。阿哲。快两周年，好可怕哦！我刚刚也是早上培训，然后就是还要自主练习，然后再回来，觉得好可怕哦。娘娘，娘娘过来，就检查筛选线下赛，马友也不让美玲，当然啦。麦ちゃんどの大学行ったんだっけ？台南？台北だよ。哎呀哎呀呀，莫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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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ミレイのところでカニさんを見たのに変な感じした？変な感じした？下周五就是了。对啊，你看他手手摸摸，びっくり。ニコパンチされるところだった。讲那个猫猫语耶，真的会讲了，真的会讲话了。我们只有 good night， good night， 嗨，樱桃猫，猫猫语。Hello， 大家好，我会讲日文，我会讲中文，我会讲英文，我会讲猫语。这个应该是很厉害的才艺吧。跟猫大战，对，哎，我觉得就是那种很会模仿动物的叫声，真的很厉害。那种很大型犬，就是很大型的狗狗的那种。那有猫猫パンチ，呀，猫パンチの方が面白いわ。猫パンチね。黑田中跟猫大战，对呀、啊。富维 Jack，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很会叫狗狗叫声，什么呼呼呼。呼呼那种，这我觉得好厉害哦！哇，超想要学的，查看看。我觉得那个动物的叫声可以模仿的话就很厉害、啊。犬の鳴き声、声、モノマネ、モノマネ。またタイプミス、さっきのあれ音はゴリラと違うわ。どうも、谢谢你的乱。はい、点点。谢谢今天也来看我直播。犬の鳴き声モノマネで本物の犬を騙すことはできるのか。有太多对手想要超越我。はい、KX。公猫口。犬の鳴き真似で犬は騙せるのか。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你们有，你们可以模仿什么吗？你们有才艺吗？できないと思うけど。好吧，那就算了。好啦，算了，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了，不要再浪费时间。我最近真的就是看到什么才艺就会试着去做，但是发现什么都不会做。就像那个什么，那什么 ，boys percussion 那个。蹦子咔子蹦子咔子蹦子咔子那个也是我试了好还蛮多次，但是发现我自己真的不会。然后那个狗叫声也是，就是觉得好厉害，我想要模仿看看，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做。好难哦，才艺这个东西真的好难。嗨，本丸 H，
Chu MK 来了耶，我昨天有讲到你耶。Chu MK， 你像模仿大型犬太难，真的、哦、那个哇哇哇哇哇的那个，这很厉害。嗨 Chu MK， 你知道我昨天有讲过你吗？我要讲说，我要讲说吉娃娃吗？吉娃娃，吉娃娃。哎，中間你可愛い。そのなんかあの写真誰が描いてくれたの？もう天才じゃん。ピカソに勝ってるよその人。Q Q。出 M K。我昨天讲到那个。只能说麻油，藤井麻油很可怕的那一张文章，那一篇文章。ピカソと比べるなんかね。いやモナリザレベルだねもうもはやじゃあ。その人ってもしかしてもうモナリザ描いた人誰だっけ誰だっけ。シャオツーゴーゴー。初 MK 消失了。嘿不要叫我，因为不会理你。真的跳得很好啊，山城印象最深。可以说更多更多夸奖我的话吗？我会膨胀，没有了，就是我觉得真的好开心，因为那首歌是我唯一占 C 位的一首，然后我自己研究了蛮久的，然后就很害怕有没有抓到那个很叛逆的感觉。对，看到你的文章就觉得好开心。汤，我也盯着你，我也盯着你。小吴，一身麻油饭，很想吐了。麻油可爱的吐，麻油表现得很棒啊，耶、yeah ！那么谢谢你的啾啾，茂茂。舞蹈跟肢体跟表情都很厉害。我希望我也可以凑好凑得好，哎，不是，我希望我也可以把那种可爱可爱的舞蹈凑得好，跳得好，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可爱不起来，就是有一种，不知道，就是没有很可爱。你跳的字符肢体动作很到位，很好看，耶、yeah ，跳得很好，谢谢大家，丸子殿下是比如说丸子殿下还好，就是那个动作是没有到非常可爱，就是基本上动作嘛，就是可爱就是那个字符嘛。丸子殿下的话，对，比如说就啾啾啾那样，啾啾啾，我啾啾啾我真的不行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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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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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间奏我真的不行，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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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那边就我觉得我对着镜子跳舞，然后我一定会觉得哦看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如果我自己做的话。可是我看瑞婷啊或谁，梅林也是有站过 C 位啊，然后紫竹，哎，紫竹有跳过吗？有吧。然后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好看，但是我自己可能看不下去了，自己跳舞真的看不下去。星星病毒不算是可爱的吧，都有比较擅长，对对对，性感可爱帅气麻友都能把握，可爱是一半一半啦，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天使尾巴是很好看。自己讲行放下欧包，好，好，我努力。明明在直播很常装可爱，这种可以的，就是正式表演的时候，就是觉得，正式表演的时候也是觉得还 OK， 因为就是我在状况内。当然，就像练舞的时候，或是团员在里上那前面在看着我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哪，我真的要做吗？这样子，可是不做也是不对啊，不做也是老是觉得我没有认真呢。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要好了，还是不要我跳那种可爱可爱的舞。没有看到自己的时候就还好，是，对，在那个状况内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就是
就像天使尾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天使，我是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天使，然后就出场，我就这样，我是很可爱，我真的好可爱，我世界无敌噼里啪啦可爱，然后就这样，就是已经在状况内，但是练舞的时候还是觉得我哪里不对，好像哪里怪怪的这样子。嘿，じゃあゴリラになれなかったこともがっかりなの？言ってないね。猫是唯一可爱，我不懂。嗨，鲁特，妈有看过自己表演吗？有啊，当然有。阿和，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好了，就是我以前不是常常都在去都去上跳舞课吗？小时候啦，真的是小时候，国小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妈都会载我去蹭到舞蹈教室。嗨，我猫是唯一可爱，谢谢你追踪我，我也超爱猫咪，我家也有一只金吉拉跟英短的混血儿，超可爱的。有吧，结束后应该会看，一定会检讨。对，那什么 lesson， 就是我妈一定会就是开车载我去舞蹈教室这样子，我国小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是最后上完课的时候，老师跟学生都会跳当天学到的舞嘛，那时候我妈一定会就是拿个相机帮我拍影片，然后回家之后边吃饭边看当天拍的影片，然后就检讨。那时间对我来说是个地狱，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时候跳得很好，有时候跳得不好，那可能今天跳得不好，然后我真的不想要看当天跳舞的样子，但是我妈一定会开那个电视，然后连到那个相机，然后就是给我看，然后我妈在那边啰嗦说，你那边什么美丽呀，这边要用力一点，这边的表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对，国小的时候我有很多老师哦，姐姐妈妈，还有就是舞蹈老师，然后还有就是舞蹈教室的同学们这样子。对，真的是在啰嗦我，那时候真的差点讨厌跳舞这件事情，但后来就很感谢了，因为他也是花了自己的时间，然后很用心帮我拍，然后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外面等哦，超强的耶，我现在觉得很强，因为如果我自己可能有家人，然后他要去学跳舞了，然后我还要开车去载他，然后他上个两个小时，比如说两个小时，然后可能我要等个一个半小时，然后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然后就要拿个相机进去舞蹈教室里面，然后帮他拍照啊，不是拍照，拍录影，然后就回家，开回家，然后就还做菜，然后煮饭给我吃，然后煮饭给我吃的时候还要给我很多建议耶，我觉得超辛苦的。我现在觉得很感谢他，可是当时我觉得好烦哦，能不能看一下那个连续剧啊什么的东西？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很烦。翠翠，谢谢你们荧光棒饭团，真好，我也觉得真好，觉得我妈很棒。花生陈某硕，谢谢你的懒。志祥，呱呱，妈妈也很严格，对，妈妈超严格的啊，太要求自己。小学校的时候不错。卢特。左秀，哈喽左秀，以前都是这样子，妈妈超强，我也觉得超强。然后我国小一两年级的时候，我要去夏天都会有发表会，舞蹈发表会这样子。嗨，谢谢中感你 love， 严格但是好贴心，真的。表完妹子，哈喽。然后夏天大概八月的时候有发表会，然后我们会去争取那个中间最前面的位置，然后就是，然后我姐姐那时候也有在学舞，然后我国小一两年级嘛，那当然我姐姐比较厉害啊，比我大七八岁，那她那时候真的比我跳舞，比我还会跳舞，她也很强。然后她跟我说，我那时候我就跟她一起练舞。在家里哦，我去拿个红茶，我就开冰箱，然后倒个红茶喝一杯，然后他就说，你还给我喝红茶，你去喝水，然后
赶快回来，赶快给我回来，给我练习。然后就觉得我连红酒都不能喝吗？还国小一两年级的事情，我那时候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喝红茶？我觉得好厉害啊！对啊，喝茶也不行，就是一定要喝水，然后就回赶快回去练习这样子。对，可是现在想还 OK 啦，还 OK 啦。姐姐的也是，对，斯巴达，斯巴达教育。对，那时候真的就是每个人对我超严格的，但是也是对我好啦，对我好才会这样做，小弟。然后呢，后来因为姐姐很忙，姐姐就是去外面工作啊，打工啊，然后姐姐去专门学校啊，就是她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那时候我国小国中都在，就是有空就去上舞蹈课，所以。我的那个舞蹈能力比姐姐好了之后呢，之后我就看姐姐跳舞，我就会说，那个角度有点怪怪的，你要这样子，就是要斜一点嘛，然后脖子要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手啊，怎样，超开心的，懂我意思吗？因为国小一两年级的时候，一直被他教育，就是教怎么跳舞，怎么好。之类的，然后后来就变成就换我跟他说，哪里的角度要怎样，我觉得超开心的，这叫做成长。那边讲的他不要改当成反大家改的吗？老师啊，我们的舞蹈老师，嗨年年，换你叫姐姐不能喝茶，我也不会这样子。而且我幼稚园的时候开始跳舞，然后那时候有那个，morning girls with night again。什么少女？早安少女吧，早安少女，非常会记仇的麻友。对，原来是麻友出于姐姐胜过姐姐，对啊。只能就先得个亲戚，不行啊，老师排的啊，老师排的舞啊。对，早安少女组，因为我幼稚园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姐姐已经十岁、十一岁嘛，是吗？对，然后姐姐很喜欢看早安少女组。然后他就想要一起跟我一起学，可是那时候对舞蹈没有那么多的兴趣。然后他拿了一个 Medjan， 有一个娃娃叫 Medjan， 你可以上网查看看，就是他用水的话，他的头发会变色的那个娃娃，这蛮可爱的短头发的娃娃。然后我那时候超级爱那个娃娃，然后我姐姐牵那个娃娃的手，然后去上去。我们家就是在三楼跳舞，然后就牵着那个娃娃，然后跟我说，那个妹子长要上去哦，你要不要上来呢？然后他就说，我姐姐说，妹子长要跳舞哦，你要不要也一起跟着跳舞呢？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跳舞，就是跟妹子长嘛，妹子长就是一个娃娃，然后我就是。那时候被利用，就是姐姐不想要一个人跳，就是一定要有个妹妹跟妹妹，一定要我陪着她一起跳。所以呢，她就是利用了妹妹长，就是一个娃娃，然后就牵着她，然后就跟我说，妹妹长也要上去一起跳舞，要不要一起跳呢？然后就一起学早安少女组，对，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对舞蹈有兴趣，这样子。すぐに上から姉さん先生いる？ん？こういうことだ。ポンチャー人、暗紅、谢谢你的、谢谢你的 love。对，我是被利用的。我也是，我跟你们讲过，就是我被哥哥也是被利用过那个宝可梦的卡片的事情。还记得怎么跳吗？怎么？当然记得。哇啊！天地万，而且那个台湾的好乐迪呀、新据点吗？都有早安少女组的歌啊。我跟美玲一起去那个台湾的 KTV 的时候，一定有跳那个，什么《恋爱 Revolution》、《Twenty One》，还有那个《Love Machine》。而且你知道《Love Machine》，你知道《Love Machine》的那个日文片渣名啊？好乐迪的片渣名有写作，他有写作说，那个什么 Love Machine 吗？然后他有写作，他写 Love Machine 手，因为跟 so 很像，
好乐迪的马拉贝玛信是有写错的，他的歌名是错的，可是新句点是对的。ミレイちゃんが今選抜の口して、え、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したん？ミレイちゃんどうしたん？不是，他是ラブマシー手这样。幺，ミレイどうしたん？でもジョンカニさんがそうやって言うときはね、基本的に愚痴じゃないんだよね。今のままじゃダメだよね。え、どういうこと？藤井ですか？台湾现在 KTV 的日文歌单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哦，但是太多那种很久很久以前的歌，我都不知道什么什么叫。都是以前的歌欸。藤井も選抜の一人だから。なんて言ってんの？今のままじゃダメだよね。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どの部分で？小弟だ。話を省略しすぎて全然伝わってこない。謎いんやけど、めっちゃ省略するやん。絶対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ないやん。はい、まあ、藤井のダメなところ言います。今天吃的这个什么铜锣烧好吃，15块全家，然后林姐超爱的那个三元怪好吃。以前去 KTV 之前，자기한테할까？자기한테는何？자기한테는何を聞いてたの？我以前在千柜的日文歌单就几乎都是怀念老歌。对啊，这真的是怀念老歌。而且我那时候跟美玲还有我的朋友一起去唱歌，然后他就说，我问他说，这首歌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就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觉得哦天哪，这叫做 generation gap。 You're free， 你说才给他什么？晚餐就吃这个吗？不过吧，我就吃这个啦，就没有买啊，没有另外买。15块啊，对啊，15块，就是我午餐的时候买的这个面包，然后累积给我刚刚的那个派，然后我刚刚回到家，回来的路上都没有时间，所以没有买晚餐，所以那是我的晚餐。Jimmy， 晚餐就是吃这个吗？不记得吗？那对，那对，いきなりどうした？コメントがなくなった。バイバイ。見える見える。え、懐かしい。はい、ケイクス先生に告白气球。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啊，我跟你们说，就是今天聊到那个舞蹈的事，跳舞的事情。我跟你们说，我会跳舞，但是我只会跳有编过的舞，懂我意思吗？编过的舞，或是自己编好的舞，或者是老师丢给我的舞。或是就是看影片学的舞那种，就是我一定要练习才会把舞跳得好。我真的不擅长跳那种随机舞蹈，你知道吗？即兴的我真的不行。即兴的表演我有去过很多很多比赛，那种 dance battle 那种，就是根本没有听过的歌音乐，然后就是放了，然后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上去跳舞的话，把那个保特瓶这样子 judge 主持人这样子这样在那边这个地方这样子这样，
然后这样子指我的话，我一定要上去跳舞。然后就是根本没有听过的歌啊，我也不知道那个节奏是怎么样，然后就要上去，然后就说太紧张了，然后就没办法发挥。我国小的时候第一次去参加那种即兴 battle 比赛，然后就觉得好难，而且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适合随机做东西，随机的东西就是随机讲话，即兴讲话或是即兴表演那种，就是我真的压力好大。有人就是没有很喜欢自己编舞，但是他会即兴表演这样子。我是不一样，我是很喜欢自己编舞，但是不喜欢即兴表演。握手会 PK， 有机会赢吗？有的，什么东西握手会有 PK 哦？握手邻居赢？对，真的不行，就是邻居的都不行，临时做的都不行。现在不就是即兴？什么意思？现在不就是即兴啊？你说直播吗？直播是还好啦，就是大家陪我聊天，所以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就像我上台，站在舞台上，在大家面前，很多人，然后我就说我不敢讲话，而且不是不敢讲话，最近是可以讲话。我的进步就是，我跟你们说 ，Legua 就是好久没有见，来看我直播嘛，那我就跟你分享一件事。我以前是完完全全不讲话的那个人，就是大家好，我是 AKB48TP 的藤井麻友，我是最爱台湾的麻友，你们是最爱麻友的麻友饭，好，谢谢大家，这样，然后大家就是在聊天的时候，那麦克风是这样子拿着，这样子，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听得懂吗？我说听得懂，讲不出话，也不是讲不出话，脑袋里面是有很多话，但是我不敢去开口聊天这样子。但是我现在是进步一滴滴，然后进步了之后呢，我变成就是开口聊天，但是很尴尬，就是我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那种。然后就后来就觉得，就是后来因为我也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讲的没有很顺利，然后就去后台，我就说刚刚我到底在讲什么这样，然后就很难过，然后就觉得越来越怕讲话，懂吗？そこなのめじゃだよまわらない臨機応変できない外交できない、そうなんよ、それがね私のねダメなところなんよ、本当に臨機応変がね全く効かない全く効かない。用即兴舞蹈来练习临场的反应如何呢？不行啦，我真的是没办法即兴舞蹈，没有先演练过就不太敢表现的个性。对，就是可能是类似想要追求完整的状态的人，但是因为我要突破我自己，所以我试着去练习，但是因为就是跟我想过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会很难过，懂我意思吗？就像练习，就是跳舞的话，就是练很多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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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练到很好，跳得很好，跳的就是我想要的那个，就因为身体不会骗人，对但是那种即兴的就是累积自己的实力的感觉，好难哦。只做有把握的事情，对，连续二的练习有用吗？讲话有练，就是有练得到吗？それを自信とは言わないの？どういうこと？就是没有啊，身体动作的话，就是真的身体不会骗人啊。有练习，那一定可以练跳得很好。没有练习，那可能会忘记怎么跳，可能会是当天太开心，然后跳得太过用力，然后
可能跳得很不好，但是熟练了之后跳舞表演一定会跳得我想要的那个样子。但讲话不一样，讲话上不一样。自信那里选的那里有什么声音？我没有自信啊。对于是除了跳舞以外我真的完全没有自信。首先要练习不紧张，练习不紧张。Roland 有说过一句话，他就说紧张就是成长痛，谁就知成长痛就是成长啊，就是成长痛。成长的时候会痛嘛，就像身高会变高的时候膝盖会痛之类的。然后他就说紧张也是个成长痛，所以你要去享受成长痛等于紧张嘛，你要去享受到紧张的感觉。怎么可能享受？我真的是真的会紧张过头的那个人。临时防疫可能要生活经验的累积，可能吧。三毛之夜烂人咒，又两红灯是那个点错的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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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Doki Doki 好快乐，真假的？好厉害哦！你是抖 M 是不是 ？Hello， 小哥们，没讲干呢。阿里玛斯，阿里嘎多，烂人咒。啦啦啦。接下来进行很多次公演的话，也许可以改善你这方面。我还是去试，还是试着去做啦。可是大家不要觉得我到什么时候都没有进步，我真的有在努力，好吗？就好像爬山一样，脚不会酸，表示有往前进。哦，你说的好，先从半从哎鬼脸练习，好不要。抱负大神，好久不见。聞いたことない萌妹ちゃんこと、爷爷聞いて、ちゃんとちゃん、全部見て。进步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只要你有去试尝试，一定可以累积经验的。我也觉得，就是我跟两年前比较的话，一定有进步。嗨，呆呆。可是我发现，就是我可以慢慢讲，对不对？所以我上台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慢慢讲，然后就是边想边讲，边想边讲，这样子不会再讲错话了。对，上次记者会的时候也是，我讲得非常非常慢。我觉得是将单曲呜吼呜吼吼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的舞蹈完成度已经高到我挑不出，谢谢。有没有进步只能请专家评断。跳舞的话我只会退步啦，真的，因为以前太会跳舞了，现在真的肌力啊那些都没了，可能要从训练开始，重训开始。跟两年前比的话，你真的很敢表现自己。我要哭了，希恩，真的我要哭了。真的，我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然后现在有一点点敢去讲自己的事情了。もうすぐ2周年公演作るね。そうだね。そうだね。まあ、そうだね。2周年ね。好快哦。好快哦。可是有两场耶。两场。一超前几天最后一天才买了票哦，真的、哦、你买到了吗？两周年，感觉两周年不错啊，因为我们已经有练习嘛，当然有练习嘛，我就觉得粉丝们一定会喜欢我们的歌曲。我很有自信，我们要跳舞的那几首歌一定会让你们喜欢。Jax， 谢谢你的喝茶。第一次面对媒体很紧张，第二次面对已经有经验就不会那么紧张。真的吗？我可能面对是
几次了，但是还是会很紧张。我也是站站才跟麻友告白的哦，好渐渐才跟妈跟麻友告白，乖乖，那你们来说一些那个小爱情，但是的，什么东西小爱情？小爱情是什么？打烂棒棒，可能是你还没有习惯，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看看。Oh no no. 嗨，看住你，好久不见呢。我们最近都没有来看我直播，哎，好像不是，是我最近都没有开直播，对不起，好久不见。哒哒，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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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速再生ということかも。嗯，明明就是麻友没开，对不起，拍谢啦大家，拍谢。哎，对，我忘记那个啦。我跟阿潘约了那个一起拍台语跟日文教学影片，就是他一直讲日文，然后啊不是，他一直讲台语，然后我一直讲日文这样子，然后就想要找一天来拍，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拍。想要呢，だからサボってねって。サボってねえわ。カムイ、谢谢，晚上好。Daisy， 哒哒哒哒哒。Daisy， こういう時だけね、コメントしに来るよね。サボりまゆだって。サボってるまゆちゃんです。サボってねえわ。中谷さん、私の誕生日 T シャツ100枚買ってね。谷さんも目がサボるって言ってもダ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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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ああ聞こえない。100枚買ってね。聞こえた。聞こえた。100枚とか言ってないわ。100枚って言ったの。100枚買ってね。怎么不是相反？麻友一直讲台语哇，都没有进步的台语，对不起。哒哒哒哒，100枚持ってない。いや、もう作るから。中谷さんが100枚買ってくれるって言ってるから、100枚作っ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たら、絶対作ってくれるから。約束しない。で、日本の人に配って、ちゃんと可愛くはないのかな、分からんけど、好きだったら買ってね。まだ全然形にもなっておりませんか。ハロー、章鱼。デザイン出てから100枚買ってくれるの？やった、デピン。是怀怀吗？是那个怀怀吗？怀怀，你这几天不是这几天，这几个月都没有来看我的直播，怀怀，我以为你忘我了，好开心，怀怀终于回来了，是怀怀吗？是卷卷吗 ？T 小哥阿翔，哎，月月哥阿翔，我问你哦，阿翔是怎么用什么软体做 T 恤的？设计，是谁？阿翔，我问你哦，我说你设计 T 恤的时候是用什么软体做图案 ？Photoshop， 你用 Photoshop， 好，
超喜欢马友这次设计的 T 恤，一定会买的。你有没有看过我的设计的？好，我会努力的。慢打，慢打。好笑的事情，他今天跟我说，妈，我跟你说啊，像吗？妈，我跟你说啊，我买了猫抓板，然后我觉得，啊，猫抓板，所以你养猫咪了吗？他说，还没。你不觉得好好笑吗？他先买了猫抓板，不觉得很好笑吗？这是如果没有养猫咪的话，永远永远永远用不到的东西。猫抓板，然后他就先买了，然后他还没养，还没开始养猫咪，也还没遇到什么他想要养的猫咪，他真的居然先买了猫抓板，也太好笑了。然后他就是坐车的时候，他跟我说，接下来我要买猫砂盆了。然后就想说，没有没有，你先养个猫咪才对，那个顺序有点怪怪的。他就说先买猫抓板。然后已经买了嘛，你已经买好猫抓板，然后接下来要买猫砂盆，然后再来是再来可能是饲料之类的吧，然后就再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养，我觉得超好笑哎，真把那都搞搞笑呢，我觉得太好笑了。果然是林姐，爱玩诗涵，正常乐到脑袋就这样运转的，先自己抓看看手感如何，怎么可能？我觉得好好笑哎、欸！先培养养猫的心情哦，哎、欸，这个想法可以哦。嗨，陈恩大哥，没听惯了吗？十一月的瘦身，T 恤快要出来了，对呀。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他卡住了，他卡住了，所以你来了。哎、欸，他最近只要快要结束都会卡卡。我懂，应该是烂 LINE 的问题，不是手机的问题，因为他换了手机，而且他说他刚换手机，然后他跟我说，我很有自信，是我的手机比马友的手机，哎、欸，还要早点换，哎、欸，这怎么讲？就是他的手机一定会坏掉的意思，他可能会比我早一点买新的手机。每天跟他说要跟你联播，你到底有没有跟他联播？没有，他有邀请我，然后我又看到那个拒绝跟同意的画面，然后我有按同意两次，但是他没有发，就是画面没有出来。でもそろそろ変えるって言ってたけど、え、変えたよ。リレー携帯も変えたよ。めいちゃんこの前つい変えた。え、そうよ。だから。変えて、ミレも変えたよ。现在完全没灵感，画面你们两个头大。没有，嗯，好吧，我的中文不好。我说我以前可能是半年了吧，还没忘记了，反正是那个 iPhone SE 2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了这只 iPhone SE 2，红色的，然后。那时候美丽换了 iPhone， 忘记了，反正就是 iPhone 7还是8还是9，然后他换了之后又坏了，然后他最近买了一只 iPhone SE 2，跟我一样的手机，他最近真的买了哦，然后，他跟我说他很有自信，下次换的时候他比较快，所以你们把手机当书背。没有啊，我也不会这样子，不什么的，老唱噔噔这样，哈哈哈哈！林姐，你是不是手持电话在练舞啊？怎么会容易？没有，我跟你们说了，我保持的很好，我一定不会甩手机，也不会拿着手机跳舞，是不是我？是美玲还有林姐。手机当麦克风哦，不会，我一定不要，我要好好照顾我自己的手机。该不会练习压力大老师？我的老天，我的压力也没那么大，对不起。用手机来打蟑螂，我最近没有什么蟑螂。
反正我昨天看到壁虎，壁虎是不是在守护我们的家呀？然后好像是壁虎吗？壁虎是守护我们，守护我们是吗？守护那个家是吗？有这个说法吗？手机当麦克风，七七的手机就危险了。真的，用完之前要甩来甩去，要甩手机得开飞。你很会讲话哎、欸！壁虎可以吃害虫，还不错。壁虎吃丸子，是哦，那我要养壁虎了。壁虎不错，养蚊子也、不是养什么意思，是吃蚊子。还是你们把手机当篮球打，就像萧敬腾代言的。哎，是哦，有哦，不知道哎。まいちゃんランアップアップデしないとコラボできない。あ、そうなんだ。ちょっと頑張ってアップデして次の機会でできたらいいな。我只养过马达加斯加壁虎。马达加斯加のビーフ？马达加斯加のなんだっけ？トカゲ？どういうこと？马达加斯加？え、どういうこと？马达加斯加加壁虎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品种吗？就是诗源有代言上镜头的广告哦，我好像有看过哎。诗源好厉害啊，诗源代言好多东西。马达加斯加香兰可以当宠物哦，很大只，可以。好恶心哦，好恶心哦，我不行哎。嗨 ，BB 叫赞，我这样不行哎。养那个蟑螂，我受不了。我要看到食盐哦，要很仔细找。嗯，间隔，欢迎你回来。是啊，很大只，颜色绿。不行，不行哎，我不行哎，我刚刚就是想象就觉得没办法。好了，不要再讲那个蟑螂的事情了，我都想到那个蟑螂烧了。是不是卡卡的？没有吗？有吗？卡卡的吗？没有。没有，那就好了。喵喵，超可爱的！梦想，梦想过来，梦想过来！哎呀呀，过来，娘过来！啊，真的啦，你姑姑那种壁虎真的很可爱。嗯，对对对对对。唯一的疗愈我的东西，也不是东西，我的家人，台湾唯一的家人。喵喵喵喵喵！来，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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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喵喵，喵喵，生气什么？嗯，陪我嘛，陪我嘛。干嘛？干嘛？眼睛这样很正常吗？哦，没有没有，看那个荧幕的时候会红，就是他看灯光的时候会红，但是他平常是灰色蓝色的眼睛，你知道，就是猫咪在。
很暗的地方看他的眼睛，他是红色的，你知道吗？好像是看镜头的问题，对对对，看镜头的问题，所以不是红色。我看他的眼睛是黑，不是灰色，灰蓝色，灰蓝色的眼睛看灯光就会变成红色，但是我自己看是黑啊，哇哦，黑红灰色，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的。人眼睛也会红，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子。有看你的 IG 照片就知道了，马老鼠的眼睛是灰蓝色，对呀、啊，超可爱的。我给你们看，应该这里面也有很多照片，给你们看，超可爱的。有没有拍到他的眼睛的照片啊？有啊，给你看这个。你看他的眼睛是灰蓝，然后这边是黑色，对，不是隐形眼镜。马鼠昨天没有睡觉眼睛红，不是啊，而且他超可爱的。哎，这张照片超可爱，给你们看，这张你看他吐舌头，吐舌头，超可爱的打日，他讲超可爱，大家可以还双下巴，超可爱的，还有很多很多照片给你看。这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读书的时候他就会过来我这边一起看书。这个没办法给你们看，因为下就是后面拍到我的好多东西。我找找看哦，找找看，有没有他的以前的照片？妈妈，啊，这个超可爱，给你们看好了。这个我看一下有没有拍到奇怪的东西。看一下哦，猫酱，你在干嘛？应该可以，好，那给你们看，就是我记得屁屁真的很远，超可爱，然后很想要戳他屁屁，这个，有看到吗？可爱了，我就戳他屁屁，然后。对，我就夸他屁屁，然后他就这样转过来，然后就是还就是跟我说坏小熊，坏小熊，超可爱，双下巴有点像怎样？变态？哪有变态？超可爱的，明明就超可爱的，超可爱的。然后这个也很好笑，我给你看，这是我家的哈利上，我家的哈利，可爱吧？他就剪过头发了。刚剪完头发的哈利桑 ，Hello 焦糖咖啡，这是哈利桑哦，超可爱的。然后呢，下一张照片就是，这个你看，这个你看，好好笑，你看，这个狗狗洗澡的时候真的好好笑，它好像是个老人家。洗澡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呢，好像那个老爷爷对吧？然后他就洗完头发，剪完头发就这样。他是贵宾狗，这是什么杯子贵宾狗？太可爱了，实在太可爱了，可爱吧？他为什么看起来很想哭？可是他真的很喜欢泡澡，他很喜欢泡澡，很厉害的狗狗吧？我也觉得很厉害。还有什么照片？哦，这张照片蛮可爱的耶，给你们看，摸鸡。你看眼睛是黑黑的，不是憨憨的，是看镜头的关系。以前那个好可爱哦，怎么办？太可爱了，好多照片。我看一下以前的摸鸡的照片。
啊，这个很明显啊，哦，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能给你们看。看一下啊，这个就可爱了，好可爱哦！你看这只。这只是摩吉哦，摩吉哦，超可爱的。你看它的眼睛是灰蓝色，好美，超美。你有看到吗？親バカとはこういうこと。いやもう確実に親バカだね。もう大好きすぎるもん、お餅が。もうお餅が癒しなの、マジで。家に帰ってきたからニャニャンニャニャンってちょっと足元でニャニャンって可愛すぎますね。もはやもう可愛すぎますね。天使、我的天使。这是我的天使，在我家就是乱暴动，就是跳上去跳下来，然后哇这样，不这样子，他会，我觉得我一定有运动到，因为，哦，真的是暴走族一样，真的是跟暴走族一样。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很可爱的照片，啊，这个也很可爱。All I know, 미르짱미르짱今はお餅の自慢をしました。もうお餅が可愛いって話をしてて、もうこうやってね勉強してる時とかにね、こうほら見て、これほらほらほらこれ私が勉強してる、そして上に乗ってくるミレイちゃんと話そう。他也在念书，对啊，他也在念书。おもちちゃん、おもちちゃん毎日聞いてるよね。よく送ってるもんね。これおもちですって。读书也会来陪主人的麻薯，对，超可爱的。然后有这种，私弟にも、そう、ミレイの弟めちゃくちゃ可愛くて、ジャニーズ入るって、入るじゃなくて入らしてってずっと言ってるんよ。梅林的弟弟，你们有看过吗？当然没有看过，就是我觉得超可爱，就是眼睛超级无敌大颗，然后。蛮可爱的，就是真的很可爱，就像那种Janice里面的那个弟弟这样子。而且他真的很喜欢他弟弟，他的那个什么桌布是他弟弟耶，吓到我了。好像我的桌布也是麻薯，这概念也是一样嘛。ありがとうみです。とりあえずジャニーズ入れてね。とりあえず姉が応募しましたっていうのめっちゃ多いやん。おみなみさん、Hello おみなみさん。モデルしたいらしい。え？身長足りるかな？高い結構身長。まだ伸びてる途中やな。ちゃんとあのセノビック伸ばさないとね。セノビック。那么有你的桌布什么时候要换成姐姐？我以前啊，我那个电脑的桌布是我跟姐姐的合照啊。弟弟是宠物的意思，弟弟是宠物的意思，笑死！美丽以为弟弟龙，以弟弟为荣，对啊。呀呀，小小美丽的樱花娃娃，好开心哦！摇头那种，哎，不是要到这样的感觉吗？没有。不是那种感觉，是可爱可爱的男孩子这样子。好，いい。弟は腹筋バキバキ。え、絶対そうやん。まだまだちっちゃいやろ。え、谢谢小三明治的荧光棒，谢谢你送我好多荧光棒，小三明治。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出来了吗？小三明治这个名字，我们是去录那个雨晴的。台日号什么号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跟经纪姐姐，两位经纪姐一起去逛那个基隆庙口，谢谢小小敏这个荧光棒。然后那时候美玲说想要吃那个炭烤三明治，然后我们一直骗她说，好像是我们先买了，因为经纪姐姐很喜欢吃那一间炭烤三明治，然后我们去了之后，美玲说回去的路上很想要再买一个来当个宵夜之类的，然后她去买的时候，她问我们说刚刚买的是什么三明治，然后谁啊谁忘记了，忘记是谁啊，经纪姐姐吧，说
那是可可，那是可可三明治，然后一直骗他，然后他就很莫名其妙，就是觉得梅林是到底是什么三明治，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好像没有懂，好吧，反正就是当时真的很好笑，然后他开始乱讲话。他就说好了，不懂了就算了，就是当时很开心很快乐，好好笑就好了，就是我们的很好的回忆。然后当天就是啊，好了算了，我不讲话了。とりあえずミネちゃんが自分のことをさ三明治って言って、それが面白かったって話なのよ。それがもうなんか多分ね、面白かった話って結局後で人に話すと、そのポイント的、そのなんか重点在哪里的感觉、就是。当时很好笑的时候，事情过了几天，然后跟别人讲，那别人会觉得那个重点在哪里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不讲话了，反正这是我们的回忆，当时很快乐，就这样。骗梅林是很好的回忆，对呀、啊。然后他自己开始乱讲，然后他就说 Hello 我是小三明治，然后觉得好好笑，可是现在听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笑，所以好啦算了。好啦算了，大阪人やの用事がない。いやもう待って、それめっちゃ同じこと言うや、めっちゃ嫌い、もうちょんかにミレイさんも、待って、もう本当に、もうやめる、はいやめます、ライブ配信終わります、バイバイ。はい、ということで読みます。あらあら、ウェイもう分かったって。分かった。ちょっと待って。見れんのやけど、今日のやつ。等一下、那个我没办法看本场浪花欸。为什么？为什么不会看？看不到。看不到。なんで？読めないんやけど。なんで？もうやだ。アップデートしてなかったらこんなにも使いにくいの？好了，我就用那个拍照的好了，等我一下，太麻烦了吧这样子。等我，ミレイちゃんが連播できなかったよね、ごめんね。怎么用啊？应该是这个谁？为什么？好难过。等一下。粉丝团钻石盘，啊？为什么不会出来那个第几名？今天的念盘那个，だからランキング見れなくなったよ。そういうこと？为什么今天的那个日盘没办法看呢？我今天的日盘没办法看，也是没办法用其他手机。啊？怎么会这样子？哼，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应该是第一名是，等一下，第一名是 Gex， 然后第二名是美玲猫是吗？那第三名是，中干尼，第四名这是谁呢？他有写说用户失败，用户名片载入失败，所以是我真的没帮我看。他の人にランキング送ってもらう？でも送ってもらったところで見れんのよ。本当に見れない。送って、一個一個。ランキング打って。打って、お願い打って。読みたいから打って。わからん。全然見れん。本当に見れん。見れない。我看不到了。我看不到那个日盘了。怎么办？ちょい待ち。文字で送ってね、文字で。文字で送ってね。てれっ。ドゥ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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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ミレイちゃん、桃園行こう。桃園行きたい。桃園の水族館行こう。水族館行こう。いつ行く？水族館行こう。水族館いるかな、まだミレイ。来应援了，中哥你，今天的第十名是谁？第九名是谁？我看不到。这个的一，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美玲完全没回你话，对啊，没关系，我等一下赖他就好。烂直播怪怪的，
是因为我没有更新吗？今天的第十名举手，第十名阿奎，谢谢。第九名花生糖，谢谢。第八名凯球，谢谢。谢谢三位大大，每次来看我直播送我礼物。第七名阿水水，谢谢。第七名阿水水。第六名拉布库拉布，库拉布是谁？库拉布，谢谢库拉布。第五名汤姆，谢谢汤姆。第四名，第四名，小姐。第四名一个人，谢谢一个人。第三名美玲，谢谢。第二名哦，田中，谢谢你。第一名 Kicks 啊，库拉不是你吗？库拉不是自己哦，原来。谢谢美玲第三名，谢谢第二名的田中，谢谢第一名的 Kicks。 美玲走了吗？美玲回来了。美玲，我跟你说，我刚刚跟你说我想去桃园的水族馆，都没有回我。 S お腹減った。さっきどら焼きを食べました。そう、水族館行こう。水族館行きたいよ、めっちゃ。谢谢花生神魔术的 Pretty Time， 谢谢 Pretty Time。 好，那今天到这边了。大家，你们要去那个水族馆？对，わら、なら私のために一日開けて開けます。ミレイちゃん、漢字変換できやんからこの前のハガトが起こったんでしょ？マジで足痛いんやけどっていうので、マジで足痛いに、私は普通にマジで会いたい、あ、分かった、足痛すぎてやばいを、会いたすぎてやばいに間違えて、一人でぬか喜びし、可愛いスタンプを送ろうと思っていたところ、足痛すぎてやばいに気づき、私はものすごく悲しくなったっていう話があったから、漢字変換をしてください。漢字変換、漢字変換をしなさい。漢字変換。现在还有很多人吗？水族馆我不知道耶。嗨，那我今天到这边，拜拜大家。自己人じゃねえよ，拜拜。